如果我呢個 music video 要揾一個女演員，其實咧我一路以嚟咧都好中意大家反應，我想挑戰下自己反串嘅功力，所以我會一人分演幾個角色，即除咗我自己係男演員之外啦，我仲要係嗰、那個同佢吵交嗰個女演員啦，長頭髮之後抌玻璃。之後仲要係演埋嗰個小女孩，所以應該得幾具挑戰性。